会。两位，因为办票。好，办票的证件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对号坐还是自由坐？自由坐没有坐。大哥要自由坐吗？只能105号。你们有会员吗？有。会员那个。对。看就知道了，不一样啊。没有啦，我说会员就是你的。对对对，会员。你不知道会员谁的？我会员是。在这里。啊，好，这里。对。你有这个票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没有。就是10到12小位。好好。一张半票，一张全票。对对，自由坐哈。对，自由坐，这里一定有位的吧？第一张比较好找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特地跑过来这边。帮我看一下，台中是全票一张，敬老一张，1085。1085，好，大卡。有没有会员？没有。我有登记过，但是没有，是没有。请到8号柜台。喂，总工啊，我给你拍。我给你拍，你话你慢慢提物件，睇到我给你拍。啊，哎，你人家讲敢无影，对不对？嗯。